这是杭盖乐团的原曲，纯粹的蒙古语，它没有夹杂任何的中文，好吗？那个是太假了，那是太煽情撒狗血，我们不唱这种东西的。说过了，我们是在水准之上，我们不唱水准很好的，很好只是很好，我们是之上，好吧？那这首这个是杭盖乐团呢，由这个桑堆扎布跟普什布达耶跟这个杭盖一起谱曲的这首原曲，纯粹真正的乌兰巴托的作品。
等一下，我看到你有疑问。